凡米腋下温度贴，发烧自动报警，可24小时持续监测宝宝体温。妈妈晚上再也不用反复起夜，宝宝也能好好睡觉。出门上班时，手机绑定小程序，就可随时监控宝宝体温，同时可绑定多部手机，全家都可随时查看。你知道市面上的体温计不适合0到2岁的宝宝吗？耳温计操作不当，容易伤及婴儿耳道，水银体温计不安全。华西医生推荐0到2岁宝宝使用凡米24小时腋下温度贴。